说相声的。我不会 battle。金姐，金姐。老师是一名石油工人。工作在城市之下的地铁司机。我叫易思红，是一名高中的美术老师。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的细腻。那个舞台其实挺不平凡的，他们全部是认真的。我们今天有一件事情是做到了，唱得非常平凡。我们就把今天的快闪做了吧，在这里。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快闪不太可能。我不相信我们在3点钟之前排不出一个歌来。排不出来，第一遍都觉得 OK 了，这是为什么？那么我们昨天晚上稍微再过了一天了，就是这样。